反正这有闪跟没闪都不都一样。十吧。OK。OK， 我们这边要来单挑的是幸福蛋1881的，虽然他已经画过一个干净纸了，他干净纸差不多剩一半吧。反正我的卡比兽也蛮坦的啊。Nope， 他应该打不动了。他不是破坏光线就好了。又放招哦，这么会放 ？Nope。反正这有闪跟没闪都不都一样。Nope。十吧。OK。再点一次。然后再点一下。没错，打第二轮。他这样应该才会下来啦。跳跳攻击，哦，有天气优势哦，哇，好，啊，这样他也是一般属性的啊，两方不到加成了吗？OK， 踢管成功，哇塞，每天平均要踢一个道管呢。Nope。再来放上我们的宝可梦，美纳斯就是你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时光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记影片下底下圈。那如果想知道明天好吃的状态，那你可以到我粉丝团去按个赞哦。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哦。好，就是这样，大家拜拜。